超级慌乱的、欸、超级慌乱的开台、欸、很准时、欸、十点差不多五十九分十点整开我们约九点不是吗哦，我那边下九点半啊，那你就给我是十点，对，没错。好的，等一下，我的 OBS 中断了，是我怎么样？哇，秒速下播，六六六，超快。那我们怀念拖拖地，这有点难控制哎、欸。先稍微看一下，嗯，我很难，我不太会同时跳跟同时。哦，那今天可能就是我的主场喽。哇哦哦，茶蟹还在地板动作哎，我干！我有干，不能说。为什么你有？哎，对啊，为什么你可以地板动作？我这样什么都干不到、啊，完蛋了，死定了。那时候还有什么暗器？我会旋转，我会旋转。我会摇尾巴，你会摇尾巴？没有，你先蹲下，你先蹲下，蹲下，蹲下，然后左右快速左右走。快速左右、欸、很难很难很难我手要抽筋了你们是用手把是不是没有用键盘你们怎么做到、哦、我的手要抽筋了啊哦啊哦我的 OBS 当掉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没有再还掉我少一位天哪我们少一位同伴别，所以我们目前只有两关的农场跟屋顶，哎呦，还有水井呢、啊。我是成功了吗？哎呦，光卡载入器耶、欸，对啊。我干，酷哎、欸，这是新的东西耶、欸。我成功播放14秒了，好，可以，还可以播放14秒。这边可以制定关卡了，载入关卡，空白关卡，可以制定关卡。哦哦。我记得好像还可以换衣服，换、欸、衣服换什么衣服？我记得好像还可以换衣服。突然就进了这个吗？感谢谢谢游玩，开始游玩哎、欸，我们玩了，我飞起来了，耶、yeah! ！我飞起来了，什么？我飞起来了，要升天了，我要升天了，要去，耶耶！哇，搞排挤。高排挤，越飞越高啊！越飞越高、啊。没有没有，他会卡在那边、哦，他卡那边。好了，那我们就是来先打哪一个屋顶吗？你要不要先熟悉操作？你要不要先熟悉操作？我记得我有熟悉啊。好，那我们先开始游戏了，兔兔弟，拜拜！别！我会了。那就先来玩屋顶吧。我告诉你们，到时候过弯的只有我。我拭目以待。哎、哦欸，还有13、2、11、19，笑死！而且他突然大家都集合之后，他突然秒速加快、欸，吓死！哎、欸，直接前进。这是什么啊？选道具是不是？爬树道具啊？制定哦，制定的。先选颜色，然后。那我当然要选绿色的啊！我要选黄的。然后制定关卡物件哦、喔，选什么比较好？可以选道具哦、喔。那可以选道具，选道具。那我要选，我要选搞人的吧。搞人者，横背搞之。好无聊哦、喔！哎，这个啦，这个犬犬不错啊。你怎么会有犬犬？哼，因为第二页。哦，对耶。你在干嘛？这边是不打算过关的，是不是？这边你要搞是不是？来啊，你要搞是不是？很赞的、欸、黑道很赞、欸，还是这个小花啊，这个啦，这个、這個啊、我知道，我要在空中排一个球，排一个球。哎、欸，选几个啊？好像没有写，但是有拥挤程度。摆在这边到底？哎、欸。你们是到底是不是要过关了、啊？是不是要过关了、啊？我们是不是要先试射一下？这样不行，这样还没有吗？我们要试试啦，试试了。那要怎么试试？没有，它右上角不是有个关卡拥挤程度？那边是地雷的，不、哦、是地雷区的，这不是一个球吗？OK， 不给过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凑满100%。不确定吧？等一下，那我要这样。
怎么跟我平常所玩的感觉不一样？Q 跟E是翻转，按住右键就是结束啊，按住右键结束，按住右键，对啊，就滑鼠右键，他可以选择很多欸，他可以选很多啊，对啊，真的欸，到底在排什么？按住右键，这个就是试玩是不是？怎么有人死掉了？有人死欸，这个好像是试玩欸，这个是制定关卡、欸。谁死了？哦，所以不是一般的那个玩法吗？好像不是欸。你们看飞机。哎、欸，谁把我的那个飞机弄走？偷我的飞机？飞机。啊！嗨。那、这个好像。你要从哪？哎、要怎么开始啊？按右键吗？哦，开始了。哦哦，原来如此。哦，哎哎啊，好可怕、哦！我、这个好难哦。哎、欸，飞机。谁选的啦？太难了！跟你，太难了吧？不要！哦耶！哈哈！啊，中屁股！哦！哦，马好像很强哦。嚯、哦，屁股中两箭。等一下，弓箭太多了，这弓箭要取消了。弓箭到底是谁放的、啊？不想玩了是不是？妹。嗯、所以是月月放的，对啊，是我放的，把它、炸掉是不是？哦，哈哈，没，哎，没，好笑，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好了，OK OK。太难了，不能过。对，太难了，过不了。过不了。哎、飞机。啊！很难抓那个。啊！怎么又滑鼠了？等一下。过不了啊！这游戏过不了啊！要跑起来，要按上。哦。哎。操作还真的哎、欸！我觉得根本都在自杀哎、欸，到底在干嘛？为什么马可以跑那么快？嘿！哇！好像很强哦！喂！耶！哎，他这个没有计分哦。反正我先。我们要从开那个可以过关的关。好，我们重开。OK， 要怎么离开、啊？还可以过关的关。那是退出吗？返回树屋。哈哈哈哈哈！又考成这样。是哪一个啊？随机吗？是随机吗？哎、我不想掉下去了，可恶。哎呀！加油啊！加油！到了你才喊加油。哦，是自由模式啦，我的模式没有调，所以它都是自由模式。哦，哦了解。那先返回树。那返回是吗？对，返回树屋。我来调一下，派对模式。可以哦。派对模式。啊，可以用个三条命给。啊，我们骂条吧，这没骂条。OK， 好吧。那一样来随机吧，一样来随机吧。好，我超级经常的声音好像可以调大声一点，没办法调大声一点，已经是最大声了。超级派对，你还嫌不够大声吗？我都觉得超大声。啊，因为我戴耳机，还是其实我声音调错了。哦 ，OK。哦，要抢是不是？对，要抢。
钱，抢劫。来，这个第一个大，哎，对，这个是怎样？这个过不了。哎，他只能放一个哦。他只能放一个，过不了，哎，过了吗？对，嘿，可以可以，耶耶。直接拿到。等一下等一下，有掉下去是怎样？哦哟，好多分哦。为什么有人有钱？哎、欸，先抢先领。那、我要这个。好，大家不要过、啊。我就问你什么意思？哎、欸，你们两个是怎样？好啊。好啊，大家都不要过、啊。好，不要过、啊，不要过、啊，来，不要过、啊。赢了，哎、欸，打我屁股，偷偷利赢，哎、欸，你又来了，我真的假的？哇耶！对，我要来，我小手那么有声音。哇！哇！来来来来来，哎，我也要这个。蜂蜜啊，蜂蜜，蜂蜜，这个也不错。大家都挤在这边。哎，都不要过，是不是？哎，他不让我们放哎，为什么？因为他要放在平台上，就是你要放没有平台，你可以放那个木头。或者是终点也可以放。我看你们过了，怎么过的？哎、欸，哎、欸，哎、欸，完蛋完蛋，偷偷地，偷偷地，我还被鞭尸，你还被鞭尸？哎呦，还被鞭尸，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吧，可以吧，加油啊，鸭咩咩！哇，鸭咩咩，好难呢、哦，你好厉害哦！啊，被夹到，好难操作！哎耶！我怎么觉得啊，这变越越的游戏了，这变越越游戏，我是超级小马，耶！超级小马，哇，真的是我主场，这是你主场，这是越越，这是我主场，对不对？哦、我看他分数可以调吗？感觉调啊有啊，规则修改器，多给大家一点机会。然后看一下要怎么改。哦哦，我白痴，我现在才发现，其实可以用那个，用哪个？就是不一定要用那个 A 跟 D。跟 W， 看一下，我把独行的分数砍半好了。好，好，翻盘，砍半，砍半 ，OK OK， 我来了，我已经嗨很久了，超级陀螺，屋顶。我跟你讲，我对大家好的，你要选哪个？我怎么会选择？我跟你讲，平台哦，大家一定跳得过来。真的吗？好，我往后放一点。真的吗？哎、欸，等一下，你这个你要确定哎、欸，白痴、喔，你这样放太久了。真的跳得过来吗？我就问。好，跟可以啦，应该可以啦。有心想过吗？可以啊，可以，可以试试。有哇哇哇，很臭！哇，很臭！厉害！哇！我靠！哇塞！哎、欸、哎、欸！好啊好啊，大家都不要过啊！白痴哦、喔！我跟你讲，你们就会卡在这边，我就放在这边。好，我跟你讲，我放这边啊、哦，是不是？等一下，空中那个是炸弹吗？我不知道哎、欸，谁放的啊？火焰哦，
再见了。嚯嚯，我嚯，好戏，哎，啊，我变考戏了，你变考戏了，什么东西？只有我是不是？是只有我，就是，对，我东西我砍半。来来来，注意呢，哎，炸弹！哎，我哎，放在平台上啊，你放那边你的。好啊，说月月是不是去跟蜘蛛学跑酷？没有没有，跟洛克人学过。没有，月月他不是狗吗？我们哇，来啊！我是。是马啊！哎呀，我被抓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注意哦！哇，那个谁，查西，查西，快点，查西，快点，快点，左右横跳，快点，快点，过不了，过不了！天哪，没有积分！我跟你讲，那个火。搞我要把我要把那个桥炸掉！哎，我要毁掉，我要毁掉！然后选到炸弹，我那桥哇，我觉得很多人，你们两个是怎样？你们两个怕哪里？哇，这个不行哦，这个不行哦！哎呦，太快了！哎呀！哎呀！来，你们两个看你们表演。你们表演。哎呦，残息又来。哦，我跟你讲，前面很简单，你过了就过了，头过身就过。哎，头过身就过。你看你的脚没过。他都死得好惨哦。很讲说，毕竟是玩过魂系游戏的玩家，这点小东西。不太困难的，真假的红绿灯欸，那我们为什么我是镜子啊？我要放这里啊，无聊啊，啊，放这个哪边比较好？我在想哪边可以搞人，你知道吗？好坏哟。这边哎，小心小心，是我太高了吧？这个太高了。等一下，这个弓箭是怎样？我，你，叫我第一个死，这谁冒箭？会，啊，太黏了！哎呀，太黏了！前面太难了啦！前面太难了！哇，这个玩不完！哦，这个，这个，我。看到大的先选，有大的，我刚刚没选到啊，好笑。有大的先选大的，哦，有两个大的哦，跟我也要炸。你要炸哪一个？太难了，让我先选。不行，这个火不要，这个火不要。好，可以，我可以不要，那我把这边也炸掉。你这样没有地方，你那么，你要从这边跳过去啊？安娜，安娜，可以啊，可以啊。OK。可以吧，可以啦，可以啦，稳的稳的，稳了，我觉得稳了，哎，刚好被抽到菊花，欸，而且我还被鞭尸，哎，好可怕哦！哦呦，为什么你们可以从那边？我要学，有人在挑衅我吗？请问那个玩熊在挑衅我吗？靠腰，哦，太凶了吧，太凶了吧，哎，我过了，过了耶！突然一股愤怒，抱歉，那个玩熊在挑衅我。你在挑衅我，晚熊，晚熊要挑衅我。晚熊，你可以啦，你可以，你相信自己，头过身就过。为什么偷偷立在空中？是我卡了吗？会稍微卡顿一下吧。哦，原来晚熊不是，啊，哎呦，原来晚熊啊，侦察机挑衅我。不会，他在月球漫步，我看他在月球漫步。晚熊，现在都是你的镜头哎！加油，加油，加油！死了，死了，耶！拍谁啦？按住 B 放弃是什么意思？按住 B 放弃就是自杀。我还没死吗？哎，为什么我只看到我？我
断线了吗？哎，还是我这边那个啊？哎、欸，我只看到我哎、欸。嗯，因为我这边有在跳什么，按住 B 放弃。喂？喂，还在啊，还在。哎、欸，为什么我出现按住 B 放弃啊？我也是。哦。我这边继续耶、欸，不会吧？我还有声音吗？荡掉了，有哦，有还有声音，不会荡掉了吧？我已经死掉 了，我也死了，但是会有个按住 B 放弃。等一下，这个世界只剩下我自己耶。那我游戏要重开哦，哎、欸。好啊，重开，重开，重开。按退出会怎样吗？应该不会怎样啊。Hello， 我今天退出，想回住。哎、欸，他自己退出了。还是托托利那边开、欸回來了，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还是托托利那边开，我这边开吗？对啊，因为我网路蛮不稳的。哦，哎、欸，你网路很惨，我不小心按到那个，对吧、啊？这什么？就是分数。那我是不是要一直剪？没有。哦，赶快剪，把它都剪掉。哎、欸，不剪我的。啊，这是点自己还是点自己？哦，自己的哦。对，是点自己，是点自己的。哦，那加十，你就满的，你就满的。然后我们再试一试看，如果会卡的话，我们再换。哎呦 ，OK。我想我们先循序渐进，好吧？先不要搞别人。对，我们先循序渐进。一定会卡，一定会卡，一定会卡。卡什么？卡别人？托托利在空中那个浮空，然后想说，哎、欸，是我卡住了吗？卡因为我刚刚看茶系也是卡在云层上的。哦，哎、欸，卡在出发，然后就卡在这了。现在又卡住了，真假的？其实我一直有显示连接不良、欸，哎，但是我是插网路线的啊。没有，可能是我这边吧。不哦。就月月，你怎么没有感觉？没有，连不到。很啊，可怜。我去到基地台。完了，这是只能重开了。好像只能重开。重开。重开。好了，那个偷偷离开，偷偷离开。我们直接重开， okay, okay. 我们直接重开。好、哦，没关系。如果我这边也不行的话，就轮着开。总会有一个人，总会有一个人。总会有个人是正常的，就是啊，你就是注定今天的房主。嗯，那我等托托利邀我。仅限好友，好玩。然后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点击游戏。你还记得怎么邀人吧？你什么？他忘记了。你开房了吗？我开好了。然后 ESE， 然后有个大厅选项。大厅选项。然后下面应该有个邀请好友。哦，有。哦。复制吗？没有，你就点邀请好友，然后点我们啊。哦。哦啊，邀请好友。哦，啊、有，我看到。What？ 等一下，这个不妙啊，这个不行啦！我直接给你们邀请码，你们自己进来啦。等一下，我好有一排都被看光光了，都被看光光是。OK，OK，OK， sorry。哎，爷爷，不然更可恶啊！哎呦，RJVQ 居然是心结游戏，没错，反正我们心结已经够深了，已经不缺这一次了。等我一下哦。你要不要直接打到那个DC 的？啊，对啊，可是我的记忆不好啊。不就是这个英文字吗？不就是这个英文字？你们到底在忙什么 ？JVQ， 可以，交给我，值得大家信赖的好伙伴。嗯，哦，VQ 哦。哎。OK BQ， 对我天天 BQ， 我也想要一直搜不到。谢谢大家，我的发言就是这么的不标准。哎、欸，我的比较角色比较多哎、欸，我的角色。为什么你有大象，而且你好多关卡、喔？哈哈，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有花钱啊？不是，因为我是天才。嗯，那我们就玩那个瀑布。啊，你要先调模式哦、喔。啊，你分数有调啊？啊，什么
做就是 ESC， 然后规则，哎、欸，还是我这边可以调？可以吗？哦，我这边不行。那个，你先按 ESC 规则和修改器，嗯，点进去，然后第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制胜积分你调到最大。我们先调自身积分就好，我们先不调那个，不然我觉得感觉会玩很久。好，二十分。然后横秋还没进来。嗯，有叫有邀我吗？哦，没有，他打那个。对，因为我要用邀请码，不然我的好友会被看光光。所以是 RJ VQ。哦，对 ，RJ VQ。哦、我大象会甩尾巴、欸，想说有人可以接最后两句，结果我忘记了。哦，所以那可以选什么？是羊妹妹跟那个，我还是选我的妈。我要继续当羊妹妹。我可以哦，我可以换变松鼠哎、欸。为什么你可以这个？耳机可以戴安全帽。为什么你可以这个？哎，我讲的。太开心了。按空白键，你去那个衣柜，然后按空白键就可以换衣服。如果你有衣服的话。大象会有衣服吗？有啊，都有吧。没有。衣柜是最边边的那个，另外一边。另外一边。然后按空白键，啊，不是，现在大象在的那个位置，跟我没东西耶。哦，那好吧，那可能要玩才会有。好吧，那我们一样随机吗？一只，你这关卡就有七关诶、欸，你好夸张。啊，我也好想变聪明哦。那你可能要多看我的台。啊，自己都好乐。哦呦，这是什么？这个没看过哎、欸。等一下，不要吵。这个感觉会断掉哎、欸，这感觉会断掉。我是啊，对大家好一点好不好？我是教大家如何变天才的台。哦，那这边没有路，我就只能用纸飞机射过去。可以，稳了，我觉得稳了。稳了吗？稳了，我要等飞机先射出来。好，哎、欸，先走了。为什么？大象卡 bug 了。为什么你？哎，为什么被骗了？哎，不能踩，都不能踩啊，都不能踩。爽啦！被骗了，那是环境。哎呦，放弃了啦！可能就掉在那个冰山上就好了，铁达尼号。不行，不能，绝不放棄，绝不放棄。真的，直接被冰块砸死。为什么被冰块砸死了？傻眼。所以他不是在，他可能在上面走也会掉下去。没有，他应该就只是一个背景而已。他上面没办法走，那片。哦，这个好玩。我靠！我就想着陷害人是不是？啊，你不行啊，你这坏家伙！等一下他会把东西往后放到后面。这只松鼠在干嘛？啊，对哦，它可以藏起来。那我要放这边。哦，对，大家好一点，我把它都挡住了。啊，还被砸死，我就没办法。超坏、啊！这个好像好，我觉得我大象的体积太庞大了。有可能不是大象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大象怎么走了？他还说我的问题是？没有啊。哎呀，你被卷到了！哎呦，我抓的时机不对。哎嘿，哇，那我也要。大象放弃了啦，大象。啊！放弃了啦，大象。大象是在嘲讽我。嘿。可恶、啊！哎呦！可恶！来，抢道具！这是什么？嘿嘿，这是喷水池。哦，喷水的，喷水的。喷水池不错哦，我选走了。那我再射一条鱼。
怎么跟我想的差不多？太邪恶了！笑得好邪恶哦！谁跟你走空中啊？喂、哦！哎、欸，离开了。哎、欸、哎呀！阿西，等一下，那个为什么到底那个到底死了到底怎样？你们怎么掉过去的？嗯，掉。哎、欸，有花哎、欸，花可以干嘛？花会吃人吗？哦呦，这个舒服。花，嗯，花很精彩，很精彩。等一下，是前面。等一下，这是哎。欸哦、oh ，先走喽。他会揍你，那个花会揍你。欸、你那个陷阱真的是很……怎样？我被那个陷阱射死。哎呦，等一下，我要等一下下一班了。好巧，我也是。完蛋完蛋，我被有东西，我被有东西害了。你看你，我被有东西害了。哇！哎、欸，等一下你们被我的陷阱搞那么多次，你才知道。哎，我要这个时钟。救你！啊，对，反正船会经过嘛。太邪恶了吧！哎呦！突然就过了、欸。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个？等一下，不想掉下去了，可恶！嘿，好过了，终于有分数。哎呦，翻盘那么多分啊！好爽啊！好爽啊！来给你们圈圈。我告诉你们，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哎，怎么想的都一样？哎、欸，你们是怎样？你们是怎样？好坏哦，越来越难了，太邪恶了吧！你们好邪恶、啊，够够！哎、欸、，Oh my god， 没抓准！不行不行，我要下去，我要下去！等一下，那个，哎呦，不要！怎么变那么慢？等一下，这个是，我要，吼！啊，我死了！好的。莫急莫慌，哎、欸欸，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大炮太白目了！哇，那个大炮有够白目！还很期待他会一直在那边学。天哪、啊！是不是？都不要过、啊，都不要过！哎、欸，前前前，耶！哎，我的我的，哎呀，怎么是你的？不要走！喷出去，然后就掉了。我第一个冲到炮台里面去。哎、欸，不对，我不应该走上路、欸，哎，我应该走下路。走下路。会、欸。还有一位，托托弟又是你，你还得是你活下去啊！对，开玩笑，我相信你。哦，冰块啊！哇哇！你跳太高，你跳太高，耶、yeah ！我的钱钱，你的钱钱，我的钱钱，到底是谁？黑豆，黑豆，哈哈，耶！可恶，你们这群肮脏的家伙，太凶了！又来又来又来！等一下，上面叫黑洞是怎样？我怎么还有一个？我怎么还有一个？啊！我死掉了！我被花打到了啦！哇，很久！怎么有大象躺在那边？我会笑死！我被弄死了！哎呀！那个大象去！啊！大家都死哦！大家都死了！天哪！天哪！想不开是不是？我要把这些炸掉。你们真的很坏。
我觉得走上路应该也蛮安全的。哦，是吗？我试试看走上路。啊！我还没走。谁被我的黑洞吸走了？太邪恶了！所以我被吸走我就死哦。对啊。太可怕了！哇、哦，这是什么恐怖的终点是这样？好痛！那个，你看，你看，在搞自己啊，在搞自己、啊，笑死！快杀我！好疗愈。你看终点是不是很北了？终点超北。终点是谁？炸掉！炸掉！全部炸掉！哎呦，你们都不选一些很邪恶的东西耶？谁啊？到底是谁啊？有人选蜂蜜，不是蜂蜜，蜜蜂。蜂蜜。哎，比较好呢。哪边都不好，哎、欸，怎么把那个射掉了？邪恶的人，这是蜜蜂，这什么？我靠！哇，这个会不会刚好碰到啊？啊，不会不会不会！哦，我掉去，哦，哦我被吸走了，我被吸走了，哇、哦，你好强哦！啊，你死掉了、欸，你们两个都死掉了。啊！跳到一样的地方，哎、欸，你们都死在一样的地方哎、欸，好你们都死在一样，no， 都没有，两个都被冰块砸到，我玩的好烂，这是什么？哦，那个，嗯、欸，要炸哪呢？大家想要炸前面，还要炸后面？都可以，都可以，哪里都不想炸。那我就只好把冰块炸掉了。这是走下路。太难了。啊，给你们一线生机。真的有一线生机吗？有吧。哎、欸，哇哇，蜜蜂蜜蜂蜜蜂！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跳那个！快跑，快跑！来了，蜜蜂来了！你好。给你压力，哎呦，蜜蜂好强哦！蜜蜂好可怕，追风决战，追风决战，太好了！哎、欸，我分数超低耶、欸！没事啦，没事啦。什么东西啊？什么烂东西？是吧？反正我觉得走下面应该会死的。那个有平台才可以放。耶比 ！OK， 我被吸走了，很顺的被吸走了。哎，越越快！哎，哦！一个巨大的水花，托利，抱头痛哭。小心哦，注意哦。有没有？开心、哦。不讲话。哇操了我 Super Elephant 天哪、啊、等一下托托利没声音的托托利没声音托托利没还是笑到无声的打眼了no no no 喂啊有了有了有了我刚刚听得到你们声音然后你们听不到我对啊对啊对啊哦、跟你一样，对，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我很笑到没有声音了，天哪、啊！没有，等等等等，按错按错，反正应该是玩不了满分啊。我觉得我可以，嗯、哪有？我等你，不行，我等你，哦，哎呦，那么快就先选蜂蜜了，才系。你们真的很恶劣。不会啊，我选这个箱子啊，有没有？我们要去哪？重点是这个，对不对？我们要先从这边跳这边。真的吗？你的应该啦，应该啦。红红的是什么啊？那是电梯的开关。电梯？就是中间那个房子不是有个那个电梯门？哦，对，它会下来，然后可以压别人。啊啊！好紧张，好紧张，随便乱放。啊，没有啊，故意的。会。哎、欸。会。嗨。停下来了。
等一下，那边有碎玻璃啊！哎，我被反正我现在才看到。啊，白色啊！啊，被压扁了。变大啊！被压扁了。那个蜂蜜会粘人呢、欸。对啊，会粘人。那蜂蜜啊。对啊，对啊，它粘住你没办法跳。对对对对啊！哎呀呀呀呀！哇哇哇哇哇！过了过了过了，耶、yeah ！头过身就过，耶、yeah ！头过身就过，陷阱，陷阱吗？陷阱一分，还要做什么？红绿灯，没错，被我先走。哎、欸、嘿，放这边感觉很刺激耶！哦，你们真的很邪恶。OK， 我从这边跳。哦，这样怎么过啦？哎、欸、干，可恶！浮在那边，我的尸体浮在那边。你跟我想的一样。耶、yeah ！来啊，长期哦哦，你借风使力耶！哇，借风使力。跟我想的一样啊！不要再拿那个了，超级火焰 ，Super Fire， 是尺度不同。走上面是不是？走上面是，走上面是不是？好了，各位自求多福了。走上面是不是啊？哇、哦，大便！大便，讲错了，不压扁，讲成大便呢。大便，大便。哎、欸、哎、欸，哦，我也被压扁了，我刚才没注意到。哎、欸，算我吧。当然是你啊，你可以放弃了。对，你可以放弃了。我是里面唯一一个过关的人，各位。You sure？ 毕竟我是人称天才主播，那个有一点点干、欸。可以飞，可以飞，可以飞，可以飞。快啊，头过身就过。哎呦，你的嘴巴没过。谁哦？天才主播六六六！天才主播，总有一天会死的。不是哦，这什么？我要把它放在这。嗯，放哪比较好啊？感觉放哪都不对。哎！太邪恶了！谁放的啊？完蛋了！完蛋了！你们都不玩了是不是？没有，没有，很好玩这游戏。我怎么上不去？哦哦，我太胖了！我那你会被夹死？哎呦！夹死光是不是？死光光！好了，看你的表演。好，都不要过啊！都不要过！不要过！哇，那么多炸弹哦！他是怕我们都过不了，要我们炸一炸。哎呦，这个拔掉，要这个拔掉，真的。这是炸弹。对啊。那要拔谁、嗯？我拔掉这个好了，我觉得这个有点烦。没有问题。太窄了吧，我大象过不去啊！放一个超级。我大象过不去。那我要走这边。为什么？因为冷胖吗？小鸭，小心啦、啊！不是啊，他被吸走了，可怜哦！哎、欸，为什么我死了啊？我吃到旁边的那个，哇，进退两难，进退两难。左边有按钮可以按下去，左边有按钮可以按这边吃啥？我没发现哦，你没发现哦？我以为你有看到，我没发现。天哪！太邪恶了，太邪恶了！我太多炸弹了吗？太多炸弹了！是怎样？有这个要给我选。我清，好干净。清场。哎、欸，那个旋转是不是？不行了，我这个会被压扁哎、欸！吼吼吼！吼吼吼！来来来来。大家要搭电梯哦！哎呦，我碰到！
哇，刚好躲过，啊、躲过、哦、躲过。我刚才以为多托利要被压扁了。哎、欸，我过了。哇，你们身体小的好处，我太大只了啦。哎哎托哎哎茶系在悬空哎、欸，茶系过可以跳可以跳。哎、欸，不能跳。啊，抱歉兄弟。你可以的。哦，有屋顶啊！哦，谁把那个犬犬选走了？谁啊？谁啊？我妹妹把犬犬选走了。什么犬犬？那个犬真的很好笑。不是我啊，不是我。等一下，谁在终点放时钟？对啊，是叫托托利的家伙啊！我看能不能从这边跳过、欸，可以耶！我差点被玻璃给扎了。小心哦、喔！有蜂蜜，谁放蜂蜜？小心哦、喔！哎呀，干掉下来！哎、欸，我过了、欸，哎、欸，怎么过了？对，他有个小缝缝。没、欸，哎、欸，小心哦、喔，各位的声音了。我听到各位的声音。哦呦！太快太快！那个羊自己玩得很开心嘞、欸。啊，过了，大家都过了吗？天哪、啊欸！到底是谁在终点摆一堆东西啊？我在想要怎么跳过去。啊、应该不是我吧？你们都拿武器是怎样？这两个真的不难。好、啊。看、啊、上面是还能走，哎呦我靠！哎、欸，你那个一开门直接射哦。嘿，你就不要自己也被射死，你就不要搞自己。等下，为什么我只剩下我？为什么只剩下我？你们都被射死，你们都被射死，耶！天哪！你看，都是偷偷的陷阱，是吗？那陷阱真的是搞死多少人？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人要选木箱，没有人要选木箱，误会吧，误会。等一下，那个终点要确定、欸。哎、欸，我想一下啊。你们两个那边想着搞事？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吗？没有。欸、还有五秒啊！这边可以送上去。What？ 呼！好。嘿。好难哦、喔。我过了。没有，我还没有过。哎、欸，那个大象是不是想作弊啊？嗯。好邪、喔。耶。来让偷偷的死，快点快点让死，让死！哎、欸，哇你好厉害哦、喔，你好厉害哦、喔，我好强哦、喔，怎么会是天才主播？你先不要说太满，我觉得。哎、欸，原来那边会死哦、喔。耶、yeah, ，下面是荆棘。我只要讲，我是天才主播就会死，是不是？哎、欸，你都是靠陷阱拿分哎、欸。我好强啊！他的，来全部炸掉，全部炸掉！没有吧？不是吧？我拿木箱、啊。好了，我放那个，这边可以上来。我拿木箱啊，我很乖、欸。茶系，你要炸什么？你还是要走上面，是不是？茶系什么都想炸。没有人要来了。哎、欸，我没放吗？我放了吧。我也放了，卡住了。哎、欸，卡住了，因为我现在看到托托利有在那个了。哎、欸，哎、欸，哎、欸，怎么突然就结束了？欸、为什么我是我加分？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加分？偷接工商？什么叫偷接？哎、欸，可是我刚才有看到托托利、欸，哎、欸，我现在卡住了。我现在也卡住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轮流开房、啊。我来了一个，我们可以换人开房了。好，要换人开房的环节。我那个箱子打开，然后就没有了。还是你们先玩完这一轮，我记得只剩下最后一轮了。
我玩不完，因为我现在在纸箱的部分。哦，我看一下你们的各自的画面。啊，没有，跟那个刚刚一样，我们都卡在纸箱，我跟偷偷地卡在纸箱。哎、欸，哎、欸，怎么会这样？喂，我觉得我现在是卡在零。我也是卡在零。没关系啊，我们退出吧，我们换人开放。我们强制关游戏。对，强制关游戏，强制关游戏。突然就天虎了、欸。突然，等一下，我刚刚按叉叉的瞬间，它忽然恢复正常。啊！哎、欸、哎、欸，我不小心把游戏关掉，笑死！我怎么看你们都把游戏关掉？对，我把强制把游戏关掉，没办法，他不给我玩。没事没事。把号码打上来。这是要谁开？茶系或横球吧。看哦。为什么今天 DC 一直会断线？不确定。欸你们的声音，现在也听不到吗？嗯、现在听得到，现在听得到。Oh, OK OK， 是要怎么开啊？你按那个网路对战之后，然后上面有个联机游戏，然后你先设区域亚太吗？对，然后亚太对，然后隐私改仅限好友，仅限朋友。好，然后开房是按联机游戏。哦，他那个字看起来不像是可以按的，对 对, 對，都是一样的那个颜色，一样的色系。哎、欸欸，然后他就进去了，对，然后在房间邀请码，我要怎么看邀请码？按派对吗？按 ESC。哦，然后。然后有一个邀请码，它不是有四个米字吗？你点一下，它就会恢复了，它就会有英文显示出来了。嗯，我没看到米字。ESC 之后会有那个米字吧？没有。嗯，那有邀请码的部分吗？是游戏模式大厅选项。哦，有啦，要点进那个，要点进那个啥。再点进一个选项才会看到的，等一下哦。但是它是米字，我可以直接贴的意思吗？就是你点一下，它就会出现那个英文的。HVEY，HVEY。我贴在 DC。哎、有吗？有了。耶、那我继续当只羊。一样正，正四只可以选。我、哦、直接进来，水啊！耶！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我跳出游戏了？我看你是凭空啊！等一下，这是鸡，这鸡又归队了。我的，瞬间少了一个人。鸡呀、啊！什么鬼？呀！嘿嘿嘿，耶！回魂了，回魂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哎，我怎么跳过去？哎哎，嗨！哎嘿，嗨！嗯嗯啊，都是这些哦。哦，不用，就这个战犯。嗯，啊，因为卡住吗？嗯，是卡住吧？我选完了，我选完了。我觉得是卡住，啊、这是还没开始就卡住了。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在倒数嘞，干，别倒数，我应该有选到吧？怎么会这样？然后，哎、欸。欸、但我还是卡倒数结束，我还是卡在同样的画面、嗯。对，还是卡，还是卡零。哇哇，那就换那个茶几，茶直接换茶几开，返回主选单哦。好，返回主选单。哎、欸，为什么我突然会不正常？返回主选单。
奇怪。连机选意外好玩，我有比赛已满，为什么？为什么比赛已满？等一下，要什么已满？比赛已满。哦，因为要重开房，是不是？哦，对，要重开房，不好意思，怎麼因为我复制很久刚刚开房的那个号码。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好像不是，像不是等茶戏开吗？对对对对对，你们是对的。茶戏开的，你怎么了？我累，我醉了。你醉了。陆队战。刚茶戏说我们里面网路最好。咦哈！咦哈！已断开，为什么？我的网络有问题吗？嗯，欸，剩下很久。对啊，我刚因为我刚进去，他就直接说已断开。哦，应该再点一次那就可以。超级马陀螺。欸，还是已断开？欸，为什么？不会。嗯，是我的网络有问题吗？哦。嗯，你现在有红红的吗？嗯，没有啊。我现在 OBS 也是绿的啊，怪了。哇，等一下，我看了一下，我跟托托利超红。正在登录中。呀，托托利是不是又没声音了？哎，欸，我进来了，我进来了。呀，托托利是不是又没声音了？我怀念他。我刚刚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听不到我讲话。对啊，对啊，听不到你讲话。而且我看，我跟你都是红色的。那个对啊，连接不良。结果本来该不会其实是月月开台是最稳的，怎么可能，我是第一个断的嘞。哎哎，阿茶戏好扁哦。我在调那个，还调规则，还调规则。哦，为什么超级跳舞？月月的为什么月月的马超小只？你是看我刚刚大象比较大只？不是，它整个扁扁的，哎，整个是扁的，蹲下又是马柄。好，麻饼连接不良，对啊，连接不良。来，一开始温和一点好不好？哎、欸，你们那个是在干嘛？这两个是在干嘛？你们那个会过是不是？你们那个会断掉。好了好了，对，我现在游戏右下角又显示不良。好，谢谢大家。会会。哎、欸，为什么？又是你啊，月月！哦哦哦哦！哎呦！不不不 ！biu biu biu！ 超级失踪。是游戏的问题吗？还是网路？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多人的话不太确定。不太确定哎、欸，要旋转障碍物按 Q 或 E， 好，来不及了。这个时钟是想干嘛？会爆炸。哦，变慢了，变慢，变慢。哦，啊啊啊！哇哇，我骇客任务！又是只有月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特立独行。这游戏是不是坏掉了？什么意思？游戏做坏掉了。大家都很踊跃，你们很坏哎，邪恶！呼，谢谢大家，耶！谢谢月月，月月没有过就是我们的机会了，各位。我一次把分数追回来，啊！你们怎么都死了？你讲你的，只剩下你一个。哎呦，水哦！哎呦。我有翻盘就有咧、欸、可恶，那我要翻盘。哎，你们话，哎呦，这个、啊、那个，你明明也想选，在那边讲人家，要是想选被选走了吧？少年，这个放这边的，我看有谁过得了。好，大家要不要过啊？哎呀，结果就被自己搞死了。
哇哇好难哦、喔！哦哦哦哦哦哦！不不不！不行啊，过不了。因为赶快去死啊！过了，我就直接叫我去，直接叫我去死。贴的。哎！耶！哎，爽啦！Super horse 快！哎、欸，为什么那个有个问号啊？是是屋顶那边有个问号、哦我。我们要过问号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欸。会有新的东西。是吗？问号。不确定、欸。应该是吧。试试看还是？试试看啊。刚刚那一关。屋顶。嗯？听到。起来，跳起来，跳起来！你可以的，跳起来，你可以的。加油，浣熊！加油，浣熊，你可以的。他直接去农场。甩动你的尾巴，飞起来，快点！你是个直升机。哎、欸，我有障碍。我跟你讲，夏季特卖，我就买洛克给你练习。哦哦哦哦！恭喜你，恭喜你！可以的，可以的。哎呦，这是什么？哦有奖励耶！哎、欸，你们都选完，好，没关系啊。真的都很坏、欸。哎、欸，这个很难碰吧？这个在干嘛？这个到底在干嘛？你这个碰那里，白痴、喔！来跳、這個，根本就过不了、啊，过不了啊！啊，怎么拿奖励？跳不过去啊！前提是啥？只是他了，哪过不去了？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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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啊跳啊你放弃吧！我放弃了，他直接撸墙撸下去，好笑！天哪！给点那个吧，不行啊、不要选炸弹啊！啊！你们要放这边的，那我放。我要拿这个气球的。那我放这边。我觉得可以吗？哦哦哦！骇客任务，骇客任务。啊！哦，有关卡，有关卡，找到关卡。哦，旧房子。哎，我也输了。耶！我找到关卡了，这个也跳不过去啊，兄弟，这个跳有机会有，没有，没有机会吗？没有啊，没有啊，机会了然后就没有，有就有就，快点快点快点，兄弟兄弟，绝地重生，真爽啊，太狂了，太狂了。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梦想回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我这个是什么？这个没看过哎、欸。都知道我会从这边过来，都放这边。太邪恶了！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传送门还是什么？嘻嘻嘻嘻。这是什么？欸太早，太早放手了。我死了是不是？侦查器，侦查器。我死了、欸。那个到底是什么、啊？我可能要另外一个门才可以传送吧？这、哦、看起来很像传送门。对啊。哦，可以跳跳跳墙，跳墙，跳墙，被撞死了。被撞死。哎呦！好开心啊！很高兴。太坏了！你们这群人。嗯嗯嗯嗯，剩、嗯、下、嗯嗯、大炸弹跟小炸弹。对啊，我只能选这个。选哪一个啊？把这个拿掉。把这个拿掉就不行。谁放在那？好了，把这个拿掉好了。嗯嗯。嗯嗯嗯，超级注意。哎、欸、嘿，干你、嗯！我要学月月，我不放弃，我不放弃，不放弃。哎、欸，然后就弹开了。
哎，我突然飞起来！那是谁？哪一个？你说铁网吗？哎，不好意思，我。小贱人。Yeah。嗯？嗯？都卡了吗？不会吧，偷偷地。哦，吓我一跳。偷偷一直没声 音，还是笑到没声音？喂喂喂！啊，原来是没讲话。我只是没讲话。我放这边，我放这边，这边一定可以过。我只是笑累了，不好意思。笑累了。我们要先拿那个关卡。我觉得我们这次要先合作一下。那这是合作游戏不是吗？你要确定欸。好像是骂干。哎呦，妹妹，刚刚那个笑声好鸡巴哦，妹妹，哈哈哈哈！哎，要是你有耶，有耶耶耶， yeah！ 哎，我谁哦？我一直被打屁股。我靠！哇、哦，这陷阱害了两个人，他光靠害人就对啊，你怎么叫我光靠害人？我走过去。你就是个邪恶的大人。嗯，那个马是在干嘛？那个马，哈哈哈哈哈哈！哎，九哥，啊，你害死你自己！哎、欸，怎么没死？哎，九哥。哎、欸，他那个跳过去会很难刹车哎、欸！哦，我死掉！我死掉！嘿，我分数好高！哦，你看那个月哦，那个分数都是靠陷阱、啊。哎呦，我脸颊好痛、啊！我要去打烂他！我要去打烂他！物理打烂！嗯，直接防住！我在哪里？我在哪里跌倒？在哪里挡起来？别！大哥，没有啦，没有了。我们要合作哎、欸，大哥，好合作拿完了，不用合作了。拿完了，对我刚才想说也是利用尽了，所以我们已经不需要合作了。这个飞，因为我错到。哇，那个笑声也好长，他全都被干掉了，我全部被干掉了，有些小意外，偷偷力还是零呢、欸？看我们里面的清流是偷偷力哦，清流，我就说我是清流吧，哪一个比较麻烦呢、啊？这个吧，这个炸掉，这来拿钱吧，嗯。这个好，大家都卡在这边。看我队友都冲很快。对，快呀！你看多多的因为，你不是那个大力偶像。我靠！哎呦，有两个金币哦，耶！yeah。 我你零分，太惨了吧！我让偷偷地血池，偷偷地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没有错，就只有我。”但是有新版本，我来看一下新版本。玩新的关卡吧，应该有一个有上面有问号，上面的这个要先合作。幻月，你没声音了，幻月，你要重进了。哦，好。哦，换我是不是？对 ，OK。没声音，来，现在有吧？现在有吧？有啊，有声音。OK。呜呜呜耶！呜呼耶！呜耶！哦耶！我比旋转，大家一起加入，嗨起来！嗨起来！耶！嗯，这一关，有人把钱拿走了。谁？啊？只剩这无聊的东西啦，太扯了吧！只剩这无聊的东西，
欸，这边有东西可以捡啊，各位，我们要合作啊。我先放这边，我这边可以拿。哎、欸，啊，撞到了，撞到。那个就有地方可以按的地方。哦，哦，呼，呼，往前上车。哎呀，打死了！我掉下来了。松鼠，嘿，松鼠哎、欸。我也拿到松鼠。角色。角色是角色，角色。哦，哎呦，投资金币。哎呦，随便放，随便放。哎呦，他拿完之后就开始搞事了，要准备搞事都不讲话，要搞事都不讲话。清流，我才是那个清流啊！等电梯，等电梯，电梯上楼，会不会夹？会不会夹死啊？电梯，电梯，差点插死人！电梯，电梯会不会夹死人啊？会会会！哦，小心哦！而且它可以跟中间那个方块夹，小心哦！再夹死人！示范给你看，茶西先示范。茶西变那个薯饼了，玩熊饼了。玩熊饼。电梯上就是跳跟跳。三。哎呀，差一点，可恶！我不是说二，我不是说二。然后月月在那边看着我们那边，没关系，加油啊！我相信你们，我等你们。加油！哎、欸，别动！按住 B 放弃，谢咯，不要吧，坚持坚持坚持，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坚强坚强坚强坚，被挤下来了，有先右跳再左跳就可以直接上去了，你可以先跳左右对，你可以先跳上面的那个墙壁、哦、没没没，哎呦，哎、欸、哎、欸，我要上车了！哎呦，车走了，车走了！我可以垫着那个茶蟹的尸体吗？不行，踩不了，踩不了！你不能踩着队友的尸体上路。哦哦，被挤下来，差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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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个痛快吧！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小心，小心，小心碎玻璃，小心碎玻璃！哎，嘿嘿嘿，超级痒痒！那一只一直在跳的那个羊，那个马，好讨厌哦！谢谢。好想把它推，好想把它推下去、哦。哎哎哎哎哎！干嘛？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黏住了！干嘛？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哇！我看你可以慢慢滑到左边去，慢慢滑到左边去。哦，慢慢滑到左边去。对，你一直按住左键。慢慢滑去，对，一直按住左键，然后给它滑下去，就可以过去了。滑下去。对对对。冲跑！那这边只能冲跑啊，那个上不去。You can do it！ 哎呀 ，You can do it！ 就是常常会那个哎、欸，刹不住车这样。你的那个判定会比较滑一点。哎呀！哎呀！我不是一直要欣赏托托利尸体的，但是真的是有点好看。他站着。除了我的尸体之外，茶蟹的尸体也很好看。真的吗？看尸体的方面而已。你是直接起鸡皮疙瘩哎、欸！啊，可以！哎呦，过了，终于、yeah ，恭喜！哎呦，搞事环节，哎 ，fire！
这谁过得了啊？直接起风了。我过不了，你们也过不了。哦，天哪，这五十回！我靠！刚才电梯是小胖爱谁啊？等一下，那个顶头差一点点，那个顶头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过了，直接被烧死。来哦，靠你了，天才！托托利，托托利，天才，天才主播，天才让政府讲话。哎、欸，自己弄到自己不算陷阱啊！哎、欸，我有得第一吗？耶、yeah ！第一耶！但是我死了、欸，我跳过头死了，这样也有算哦。他应该是有碰到，有碰到就算。我要把它封起来。你们是怎样？你们怎样？好、啊，都不要过、啊，都不要过、啊。要过，这谁过得了？我们要勇于挑战。哎、欸，你这个放那边有点过分了。真的会有人过吗？可以吧。哎呦！可以啊，可以啊，托托伊，不行，你不会飞，你不会飞，你是一只鸡。我只是一只鸡啊，我又回来了。哎呦，横跳感觉可以。我又横跳。哎呦，变炸鸡了！我死了，我死了。我差点变烤羊。哎呦，我哎 ，safe。你看，各位电梯关门中，请勿。靠近会夹手啊！这个真的有点极限了。大家都被搞死哎、欸，好笑、喔。没有赢家，总有一些小意外。哎呀，你们这些邪恶的人，嗯，都靠陷阱，哇靠，嚣张的嘞！再嚣张一下好不好？炸一下，炸一下。是在嚣张什么？要炸这边好，还是要炸这边好？都炸。等一下，这匹马有点危险、喔。这匹马太邪恶了，好了好了，没有啦，没有啦，怎么会？来吧，放吧，我可不相信你。可以啦，这个我们把可以过得了，对啊，不要太简单。降低吗？飞机！哎，哎呦，可恶！我想偷。放那个东西。什么东西？谁呀？啊，你在吵！是月月，是月月，是我吗？等下那个不动是的，没有，我们待会看谁那个陷阱分数增加，就知道谁是战犯。一定是月月，一定是月月。蹲蹲了，他闷，他去常常闷坑声搞人。太快了，太快了。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对，粘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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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哦，刺哦。我快点，快点，哦，刺啊，刺啊。哎呦！这是我尖刺套餐，就是这样。只有我吃，不是我吧？我热，你看，你是我，应该是月月吧？是月月吧？耶！哎，这个拳拳不错哎。哎呦，我的拳头，还想选拳头啊？它是哪个键可以那个啊？左右一按一，按一。走开啦！你要确定呢？不是，这是啥戏？这是啥戏？我的，怎么有拳头？哎，我飞好远哦！我操！你想这边安全，我这边安全。哦哟，你好，你好强哦！我好强，我这边上不去。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天才主播吗？这有一半是谁？天才。茶几可以，茶几可以，哇哇哇！哎，我有，我有，没有嘞，好平静哦，这场。哇，茶几后来机场。天哪！哎、欸，怎么那么多？对呀，小马都一样。为什么那么多啊？太多大炮了，太多大炮了。我先看一下你们玩的怎么样。我问得上来，我问得上来。哎，放蜂蜜。过。而且就是会有蜜蜂。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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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愧是天才！怎么算是天才啊？怎样不然呢？夸奖什么？夸奖你也不对。不要，我说这不愧是天才。OK，OK。对啊，我是啊，我是。啊，你是是。你要看准那个锯齿的那个风骚走位啊，哥！这不能奔跑，不能跑！加油，超级！一太比康吉罗，过了就有人讲风凉话，谁过了就要讲风凉话，哎，死鬼了！哎、按 B 放弃，一太比康盖罗，为什么又有？哎、欸，是啊，哇，哎呦！看看那个橘色的那个胶，不好意思，有钱我都选钱，钱才是好东西。在搞！哎，天哪，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哎呀，干！偷偷的在上面藏钱。不可能啊、欸欸、我尸体浮在那边呢、欸、你浮在那边不可能啊，这边已经过得了啊、欸、所以托托利那样是死了还活着啊，死了哦，不是尸体被移动超级移动全死哦，全 死掉了、欸、暂时离开警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哎、欸欸、所以是他还活着吗，哎、欸、所以其实你还活着吗，你可以动吗？没有哎、欸，我看他离开了、欸。你由于不活动而被踢啊？所以他刚刚还活着吗？所以你刚刚活着。可是他没办法动了吗？所以是我吗？还是？所以你刚刚还活着，那你现在可以加进来吗？看一下哦、喔，这是我刚看我死啊。在问的时候先选道具是这样。哎，游戏正在进行中，无法加入。啊哦。我们先玩吧。先退出吗？看你们先玩也可以。那应该最后一把了。你那个大炮前面加一栋，是不是？你想干嘛？不用玩了，你不用玩了，你要怎么玩？我看你怎么跳，直接变黑鸡。要死！我还有两分哎、欸，好赞哦、喔！要直接看坎提斯那第一的脑啊！这么开心！前面可以翻那么多东西是不是，是你这样那个谁最好朝我们这边喷呐！你那个火。我又想，好，你们来啊！来呀、啊！来，我就有分数了。哎呦！笑死！嗯，哎，因为你碰到大炮，先是我的火焰碰到。耶、yeah! ！好了，我们结束了。可恶！抢分成功。OK， 那月月不是月月，恒秋现在可以加进来吗？看一下哦。而且你们有松鼠可以选了耶。没关系，我一样选我的小嘛。阿、哦、信，你要换松鼠吗？这样可以了。嗯，等一下，没有吧？农、欸、场跟旧房子都有问号。嗯。我们待会晚上看农场好了。好啊，我们换个口味，换个口味，换个口味，农场口味。我是一个直角陀螺，笑到飙泪，好痛啊！我脸颊好酸呐、啊，搞事游戏，我脸颊到底是谁？谁啊？我跟你讲，一开始要先合作，谁给我选铁网？我看到了。哎呀，不知道怎么知道谁呢？我很安分。开始在这边，然后我这边的话可以先跳。我这边放好了，我这边你要放那边哦。随便放。
好吧，那他就那个在搞事，你走开啦！他现在搞事是，真的超白目，我就知道。合作呢？合作呢？这游戏不是合作嗎？碰到吗？也碰到耶！哦，我的绵羊腰带。OK。嗯嗯。我指命的按着我空白键。他可以一直跳，他可以一直跳。呀！小心哦，小心哦！不用吧，不用，可以跳过来，可以跳过来。你就从上面，然后往前跳，之后沿着墙壁往上跳就好。哦，哎、欸，哎呦，太简单了，然后大家没有分数。有啦、欸，就是一起打，一起打，就是抵达的分数。哦。哈哈哈哈哈！你在那边放黑洞啊？哈哈哈哈哈！我觉得放那边很好啊，我觉得你看那个马的那个炮台我等一下你看茶戏茶戏这个不行，这个过不了，这个一定过不了。好了，速度精神来冲一波，冲一波，好不好？先碰到这个碰碰，好，冲一波。好，我就看你们怎么冲。直接被吸死掉。哇，冲成功，冲成功，陷阱被我拿到了，谢谢。耶耶，意外、欸、有没有？哇，托托利，继岩浆女王要变陷阱女王，好多铁丝。我要让我们温和一点，好不好？我要你们铺路我的陷阱。那个有没有在温和？那个浣熊在干嘛？那个真的温和吗？那个浣熊在干嘛？哦、要玩那么大吗？哎呀，被你们吸走了！哦，还如果不动会被吸走是不是？但是我一开始就在动嘞、欸，奇怪了，你看是他放的，看到了没？你们不要踩嘛！等一下，那个消防栓要确定。你要确定我们钻得进去吗？再考虑一下。你看，你看，你看，偷偷的也被吸走了。哎呦，我被卷到。所以第一个最靠近黑洞的就会被吸走了。对。啊，干，操！痛啊，兄弟！那晚熊在学他，刚刚晚熊在学横秋吗？被吸走，被吸走，被吸走了，可恶！哎呦！也赚两分，所以啊，感谢送头，感谢送头，谢谢，咋加在我身上？我把这个弄掉。哎、欸，留给大家其实也蛮好的吧？什么东西？黑洞啊？可以啊。哇，那个马。怎么了？哦、可以传过去啊！动作，我们都被他骗了。你最好放二三，你是放一三格，谁碰得到？金黑洞，小心被拖！拜拜，小心拜拜。天哪！啊，被捡到，你被捡到，是我，谢谢，谢谢。妈！我干，我也死了。我靠！哦，太凶了吧！哦哟。哦呦，哦呦呦呦，哎，哦呦呦呦，哦呦呦呦呦呦呦呦，气旺多，可恶！哇，叫好多，可恶，好讨厌哦，好讨厌，看你赢就不爽，看我赢就不爽。哎，那个纸人，超级黏黏纸，哎，我被吃到啊！哎呦、啊！你被凌迟，好难过。
哎呀，没钻到。那个螺旋桨一直让我死掉。对啊，他会钻到。那个月月他的尸体。怎么月月尸体的呀？那看我一开始就很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对我有偏见。其他两个先死都没笑那么夸张，就我笑那么夸张。比较高，吓死了。OK， 等一下，他原来那个翅膀可以放在上面哦、喔。等一下，翅膀那边太极特，太地狱了吧？哎，我还加两分。你们那些有病的人，我要炸掉啊！就把黑洞选走，因为那个就把黑洞选走。你们真的很无聊。等一下，那个要确定哦、喔，太难了吧？我领皮。OK， 稳的稳的。哎，你最好了，大家都不要玩了，都不要过，都不要过。好了，那边是死亡区域啊，注意。哎呀，要不要去走？我觉得要站，先把那个吃掉。不，我从一开始，我从一开始就一直按往左，哎，就还是被吸走了。哦，按跳看看呢。人家的冰块好滑、哦，感谢称赞。耶、yeah. ！快点把茶器吸走，快点吸走茶器。我的毛都就是都里面茶器吸走，什么意思？不是茶器坠落了，茶器坠落碎啦！哎呦！哎呀！哎呦！可恶！好讨厌哦！看好讨厌的感觉哦！看你们赢就不爽，不会啦。啊、那是什么火箭？那是什么新的东西？被我选走了。但火箭感觉不妙哎、欸。你走开啦！你走开、啊！你不要这边禁止放你那个东西。不要再放黑洞了，我会笑死哎、欸。你火箭放这边啊 ？OK。OK 个头。好，这边呢。哎、欸、，OK 个头！等一下，那个，等一下，关卡那边没人过的。哎呀，这我又被吸走。我们一次啊，我们吸走要被转的，要被转那个。我们一次天泽一位。被自己的东西吸掉，你被你那个吸掉。我跟茶系死了，然后你被吸走了，好笑。看不到实体。太开心了，炸掉，全部炸烂，捡东西了，不要再笑。有什么？真的，我给大家一丝希望，有吗？哦，好像。然后茶七让别人绝望。好，谢谢大家，我被天泽了。你被天泽。每一关开卡开始都要吸一个人当祭品、啊，对，一开始要天泽一位哦，看着比较帅。等一下，茶七你放个黑洞也在机车，哎呦，你最好两个黑洞在这边呢、啊。哎呀，干！天哪，又是螺旋，先把黑洞砸掉，快点！哦、我会笑死。我讲，先让大家有好的体验，我先把这个取掉。要确定哎、欸。谁、欸、放谁放碟子在那？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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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真的好像鸡哦！我笑到飙泪！
等一下，谁那边弓箭朝自己射？这开局就蛮跳。没事，我相信托托力，他会站第一个，哎、欸，他站第一个，我跳起来，跳起来。谁放了一把剑？哎呀，干！哎呦，你要去？哦，不要，哦、不要！放下都有黑洞很难呢、欸，要轻跳，轻跳就可以过去了。哎呦，哎呦，跳舞，好了不起，了不起。没有，哎呦，哎，曲棍球没了。你们都选很坏的东西耶、欸。你自己刚才就不坏吗？我选了很普通的东西。我在玩俄罗斯方块。噔噔噔噔噔噔。要怎么弄呢？要怎么弄死对方呢？噔噔。因为我在这边接大家哟。你要确定哎、欸。确定过得去。他放好了，他其实还没放好。快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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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走快走，怎么都死光了是不是？你们都死光了是不是？你们在搞吗？其实他是你放高尔夫在那边，觉得他自己耶耶这我哎呀，你要跳杠可能也会被揍到。天哪，我不要每次都被吸走，哎呦，哎呦，哎呦，这次都好安全、哦啊，没得搞，没得搞，没得搞，哎呦，谁不都上去吗？没有路了，胖哎，看好贱哦，开机，这个是怎样？这个是怎样？是我，搞跳，搞跳，这上什么躲啊？搞跳，搞跳。哎呦，这是可恶！机车，为什么都没有弹簧啊？都没有弹簧，你要被你自己吸走。哎呦，对，是你活着，是你活着。奇怪，为什么刚刚过不去？哎呦，小心毛被吸掉！哎呦，干，你要怎么轻跳啊？超级轻。轻轻点一下，你都是茶几，都是那种陷阱加分，已经超得第一。来炸掉，炸掉！那么多金币啊、喔！那么多金币、喔！人为财死。然后、哦、这个是要比速度的、欸。那不就拖拖地吗？鸟为哎、欸，为什么？为什么？哦、我想说，为什么一开始那个月月的，就是那个死掉的样子？嗯，应该显示 bug。哇，这次没有赢家也没有出家，你轻松的，轻轻松松搞死人，轻松轻松。接下来就我感觉哦，我把这炸掉。哇！一次炸四个哎、欸，好爽哦！哎、欸，等一下，兄弟，兄弟，没有路过去。好啦，就看大家的技术如何。我放这边，看大家的炸化了。哎、欸，等一下，那边丢那个鱼是怎样？操操操操你妹！白痴哦！我有稳的，稳的，稳的，可以，可以。哦哦哦，稳稳。我有，有有有，来来来来，哦呦呦，真的稳吗？真的跳个舞，我的马毛被吸进去了哦。好讨厌啊！看你过关就不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是你太会玩了。你说把我说。那我换个松鼠，更小的。哎，有一个，哎、欸，两个都有，两个都有，一样都有。问号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那个箱子可能会开地图或是角色。这种旁边有 disco 球啊，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是超级松鼠。那我这边有 disco 球。制作组。哎，模式。啊，那踩到模式。踩到模式了。啊？怎么？哎，锁住了。哦。OK OK。哦，我刚刚踩到了。没关系，踩回来。耶、yeah。耶、yeah ，怎么感觉松鼠特别灵活、啊？讨厌，是我错觉吗？你不可能，我转身的讨厌我。松鼠很可爱吧？看你过关就不爽了。老师，你又来又是这个又是这个。哈哈哈哈哈！保险一下。对。哎、欸，电梯上楼。电梯上楼，哇！松鼠飞起来了，哎、欸，哎，被卡住了。小马的赛跑服，哦，赛跑服。为什么松鼠可以那边跳那个跳绳？跳绳，胜利的跳绳，好激活。我觉得大家需要一点有趣的东西，对吧？对吧？应该吧。嗯，很有趣。那个松鼠很母汤哎、欸，那松鼠想干嘛？等一下，一开始那个鸡，那个鸡也是，他就不想花点尝试。这有谁过得了啊？等一下，一开始放那个是太什是什么啊？太美男了吧？为什么这松鼠已经跑到那么远？嘿。好贱哦、欸！烤羊，想跳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放火了。哎呦呦呦，鸡！从哪里？快点烤鸡！从哪里过的啊？就是往上跳啊！烤鸡，烤鸡，烤鸡，烤鸡！我看你可以先上顶楼，你先上顶楼是安全的。烤鸡，烤鸡，烤鸡。好，再喷哦，他要喷哦，他要喷哦。啊、烤鸡，而且我还死在同一个地方，好讨厌哦。那松鼠看起来更讨厌，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转身都一样？你知道了？那只松鼠到底想干嘛？哎，我点到，我点到。哦，这两层是，哦，等下，另外一边，另外一边。那你妈死！哎呦，干什么自己死了？他那么高哦。我靠！这个有点极限哦。打击。重点是他两边都有哎、欸。你要跳，你要跳。躲掉左边，但是其实还有右边。对，还有右边。那个谁放自首啊？就是你。那我们就不要伤害哈，然后把它炸掉哈。哎干！刚好变烤羊。哎呦！谁他妈电梯放铁丝啊？那个笑那么开心呢？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瞬间只剩下月月活着。不是，我都要怎么过去？不要过来！哎，我那边可是没有放这些东西哦。收不住，冤有头债有主。等一下，你待会死了，你就可以看谁增加了，就知道要找谁。我来看一下，我算好他的时间。走上面感觉，哎呦不行，呜呜，你活下来，哎、欸，哦没事，放弃吧。我怎么看到横秋下来、欸？为什么我的尸体在那边跳啊？你是假死吗？我刚才也被判定假死。这边吧，这边稳，这边稳。对啊，为什么你可以在那个啊？铁丝。
对啊，因为你是手持吧。没有，我站在上面，我站在上面，我没有在里面。耶、yeah ！哎，你们看我延迟，也有可能。哦。啊，这里的东西都好无聊啊、哦！好无聊，哦，无聊是的。有一个搞人的东西。超级摩天轮啊，就放这好不好？咪咪，我来踩，我来踩啊！不行，不能从那边。小心哦，小心哦，烤全鸡哦。哎、欸、哎，耶、欸！可恶！嗯，都是我的火在赚分。哦，最可怕的蜜蜂，两个蜂窝注意。有两个。哎，那个中间放黑洞。跳不过去，跳不过去，谁过得了啊？过不了啦！拿吃金币，哎，金币被我吃掉，那我只能另辟新路了。要我松鼠侠没有，不行。阿干，不小心。哦、oh, ，你要从后面上，你要从后面上，嗯，稳稳的。那我待会就在后面放陷阱。哇，嗯，跳不到，啊！死去，好游戏，不行，发现够不到。你看我是清流，我都没有放陷阱害你们。哦哟，他是要选择我那个。这你们都能全部都这一句。另辟新路。哎呦！没有人按电梯，没有人按电梯，打来打来等，大家都在等电梯。哎呦，茶器碰到，哎呀，干这里怎么还有？哎、欸，嗯，哎、欸，约死哦，我死掉了，我死在那个荆棘里面。我要怎么过嘞？跳过去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嗯。信仰之月，到底是勇敢呢，还是可以往上跳吧？可以跳到那个上面吗？他那边没破掉，好像哎、欸，可以哦、喔，可以吗？用门然后跳过去，哎、欸，好像不行嘞、欸。他可以跳到屋顶上吗？哦、我被玻璃刺到了，碎玻璃。欸为什么会有按 B 放弃啊？谁还没死？哦、没有、啊，就那个托托利，圈圈化，还有超级圈圈化，你们真的很坏耶，都选那种邪恶的东西，太，现在是中间都不哦，所以直接碎掉。等一下，那一朵花是怎样？你要骗他，然后再上去。不是我，不是我，好可怕，好可怕！哎呦，我都没碰到，我不能偷、哦。加油！哎呦，我还是打飞了，一拳超花。那盆花到底是谁放的？我放的。邪恶，欢迎你选。
哦呦，哦呦，啊，那边走一圈，走了一圈，可怜。哦，后面已经没有抵达，全部都是陷阱分数了。对啊，你们真的很坏哎。那个火箭到底可以干嘛？不确定，好像没人踩过。还是你等一下去踩看看。我记得之前有那个三个火箭全部朝那边射。这里好可怕，我想回家。真的是。等一下，那个就直接往下面走了，你知道吗？那个就直接往下面走了。白痴哦，你顶头过不了了。哦，喷射背包，喷射背包。哇，你屁啦！你屁啦！你屁啦！他直接飞。居然是喷射背包！我也要，我也要。原来是好东西。我也要。哎，我被烧死！哦，飞走，飞走。原来是好东西，跟着尸体飞。但我记得一开始不是有人拿过吗？就，哎，嗯嗯，怎样？神朵花是怎样？好烦哦！我跟你讲，这个过不了，这个更得过不了。太多花了，太多花了吧，挖了吧，我靠！我跟你讲，这是第一神拳的训练。哎呀，干！呼呼！啊！不行，我脚下粘气死！呼！命很大哎、欸！呼！月月好会闪哦！哎呦，不是，哟，哎，茶戏被打飞，哦哦哦哦哦哦哦，还不按拿金币，还把钱拿走，太不要脸了，好可怕，好可怕。这样走右边会比较好吗？那个有顶头，所以应该是过不去。哎呦！还是我轻跳哦，不行，过不去，超级花花世界，还不给炸弹啊？为什么又有一个起飞的？哎、欸，等一下，是谁放的？我放的。我放这会不会很坏啊？应该不会啦，应该不会。哦，掉的脚蛮酸。哎呀！哎呦！哎、欸，你不能喷射背包，你求死了，好啊！你飞走了，你像泄气的气球。啊！长期怎么就死啊？哎呦，这边我、哦、天哪、欸！为什么我要喷这边？为什么你又有？是啊，为什么你也有？哦、为什么你也有？啊，后面呐、啊，后面呐、啊。后面哪、啊？后面有背包，可恶，那头发不强。哦哦哦！记得翻盘嘞！太开心了！你们太全能，怎么想的都跟我一样。都不准拿喷射背包。我呀，你们在飞是不是？我就放那么高，你们一定哎、欸，白痴哦、喔！你放那个。我去！死去！那个飞去哪里？哇！你就。耶！yeah.水啦！大家都不要过啊！飞太高了，加三分，哎、欸，两分。哎，你们都把你们都把东西选走了，根本就现在就没有人要走路了、啊，直接挡住，飞
大家都用飞的。等一下，那个拳头好可怕哦！太女就死了、欸、花之后又是拳头啊，没有没有了。那、啊、等一下应该会有。哎呦，蜜蜂！喂！有了有了，我也有了。飞了直接过了，现在要打空中战。你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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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哟、哎啊，那个那个怎么在里面？我直接从外围飞。可恶！哎呦！轮流，哎、欸，又是你，第一个爆的先死掉，好难哦，这边，哦呦，哦呦，哦呦，哎，偷偷力，偷偷力，偷偷力被捡到，偷偷力先被尬死，然后再被吸走，哎。傻眼！天哪！茶器的那个陷阱越来越多。哈哈谁跟我想的一样？大家都在等我先飞。哎、欸，我怎么死了？我怎么死了？为什么我一直被鞭尸、欸？哎。欸、你也太快了吧！死后独行、欸，为什么？他到终点死后独行，到终点死掉了。而且我真的莫名其妙就死了、欸。天哪、啊，这边太多杂七杂八东西。什么东西啊？我是转可以转的东西哦、喔。很小、喔，等一下，不要再放这了，太难了。没了，要放中间的。啊！哎、欸，哎、欸，我死了，但是我又到终点。应该有算死后。哎、欸，太扯了吧！哦、好凶哦，这两朵花，两个死后、哦，死后有算，两个死后，所以就是我死没关系，但是至少把我身体、要送进去，送到这样，送进去。越来越难了，笑死！难哦，现在难的都是终点的，起点不难的。大家有背吧？那个火箭就完全不想走中间了。哦。啊！哎、欸，等一下，那个蜜蜂，有人碰到蜜蜂，天哪！哎、欸，等一下，那个蜜蜂是只要出来，它不管是惹到它的人都会，应该是只要碰到就会死掉。看、哦，所以有一个人遇到就一起死哎、欸！直接看到黑洞直接选插戏呀！你们真的很坏哎、欸！哪有，这选很温和的。嗯，然后强制走后面啊！查清到第一格，到底为什么？飞机！哎，有人泄气咯。来，后面了，你只能从后面进去了。
欸，等一下，为什么那个会转？粘到蜜蜂啊！粘到那个，那个也太难了。要先触碰到红绿灯才能进去吧。嗯，我觉得过不了，这真的过不了。哎呦，被揍飞了！不行，我们需要炸弹，我们需要炸弹。陷阱分数。嗯，哎、欸，好了，可以了，可以。想干嘛？想干嘛？到底要放哪里？怎么又是你呀、啊？又是你拿到。不是我，是我，是我。你们怎么都有包包了？可恶！哎呀，看我有什么好死的？哎、欸，我莫名其妙就死哎、欸！对、欸，还是被推到。不知道哎、欸，就我着地的那瞬间，突然就炸掉了，然后就死了。哦，你这超级松鼠，又是你，又是我。还得是我。刚刚好像没有开关卡哦。嗯，好像没有新的。为什么房子还是问号啊？又有礼物。有可能，想去给我的手机充个电。好。Party time。哦哦，我选这个。哎，回来了啊！剩这无聊的东西哦。嗯，放这里。你这是你的机车，有没有放？哎呦，碰到！哎，我解锁瀑布关卡。哦，瀑布哎，看起来很好玩。那你去碰左边那个，那个只想过关，是不是？可恶！第一名。这是什么？哦哦，有哎，它有瀑布。哎呀呀呀！咕咕咕咕咕！耶耶！哎，阿月月嘞？我死掉了，碰到碎玻璃。瀑布，超嘲讽，哭哭。等一下，那个松鼠有点危险。哎、欸，等一下，那个浣熊，那个浣熊更危险，好不好？他可以躲在角落、欸，哎。哎呀，干！我忘记掉了，欸、被夹扁了。哇！耶、yeah.。哎、欸，哎、欸，我会笑死。这样有翻盘吗？没有翻盘，没有吧？谁啊？蛇陷阱啊？哎、欸，你抢好快哦！那個、哎、欸，你看你跟我说，到底是谁邪恶啊？你这一把不放，哎、欸，这样不太近了。哎呦，呀，哎呀呀呀，哎呦，哎呦，啊、好可怕！这玻璃，你真棒的，差点滑过去，耶、yeah ！哇、哦，我是飞鼠。
你可以在闭嘴笑声。感觉快不行，快虚脱了。嗯，它可以粘东西，因为那个冰块那个是我放的，然后它滑到差点死掉，好笑。我看这个火焰，火焰被送走了。哎，干！这太多针了吧？这边是我自己，我把自己送走了。哎、欸，你们都在这边了。嗨，猫月晚安啊！天哪！我被自己送走了。安全，安全。哎、欸、哎、欸，怎么了？哎呀，干！可恶！喂，我要等一下，等一下，谁那边放那个东西？可恶！滑过去。又是月月。叮叮。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叮！是谁在敲打我窗？到底是谁在敲打我窗？陷阱！陷阱是你！耶、yeah ！我要把这垃圾东西弄走。垃圾东西？那我把这个垃圾东西用走。现在是挡上面，是不是？现在全部在挡上面。我的，我干，哎、欸，哎、欸，啊，好危险哦！啊，原来是大家都在第一关就死哎、欸！啊，我才哈，哈，会，哇，哎、欸，你们，这过得去吗？哦、我是飞鼠，超级飞鼠，我是特务。哦、可以耶，可恶！我要再封的更严密一点。哇，我好多分陷阱哦！等一下，你那个陷阱正搞什么？我是火焰跟那个。等一下，那个那个鸡后面放这个东西。笑到出不了声，是你还被自己弄死。哎呦！哎，我们感觉我们还活着。等一下，为什么会在那边跳？因为他们还活着。没有啦，我们死掉了，我们死掉了。尸体在跳舞，笑死！啊，剩下我的好无聊哦。大家想的都一样，不一样吧？哎、欸，你看茶叙放那边。哦，哎、欸，小心，小心，要射，要射！这个过得了吗？那个火焰在这边是怎样啊？啊，可以，我是特务，我赶不上那末班车。末班车啊，头得有人下去按的。茶器的尸体在帮你按。哎、欸，我赶上，我感觉我可以。是吗？不行了，感觉不行了。你是天才主播吗？可以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你长在这边，谁受了哦？哎、欸，走上面不行吗？哎呀！可恶啊，可惜。不行，我要先踩电梯。茶器帮你踩啦。这边哦、喔，你刚刚不用电梯你就上来了、欸。对啊，松鼠了不起。
这边是你可以走上面啊。会，不行。所以要到烟囱那边才可以踩哦。哎呦，这对不起。那个是谁放的啊？谁呀、啊？我要炸掉！我们要炸什么比较好？你们觉得？把电力的铁网给弄掉上面，上面的时候，哎，右边的，对对对，那个右边，那个太机车了。有钱，我干，前有狼，后有虎，哎。等一下，我也在边吃，哎。不要查，是看起来很开心的。我一直被鞭子欸！你们看我一直被鞭子。不行，我这把要求稳。哎！我靠！不能乱跑！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一个飞鼠。哎！哎，好讨厌哦！超级松鼠，超级松鼠。好，你是。他已经放弃指责我了。有新关卡，瀑布，新的。瀑布。瀑布在哪？我拖地。可以，我可以。好笑，到底在干嘛？我现在肚子好酸哦。你要不要脸颊酸是肚子好酸？哦呦，我喜欢吹风机。好冷哦。哎呦，好笑，有趣的东西都被你们选完了。开始在这边，然后目标在这边。哦。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吹上去。说不定也可以不用吹上去啊，吹下去也是可以的。哎，等一下，你不是你讲的吗？不是你讲的吗？等一下，这个十字交叉是怎样？好了，我放这边。你最好是往那边吹啊，你碰不到了，你喊哦，别掉下去。最好是啊，那边投诉，兄弟，纸飞机耶，嗯，这边好了，这边。然后那个炮弹有点可怕哦。那个是怎样？又是你茶器，还得是你。那个金币在那边。哎呀，人被踩死。哎呀，你想也想偷啊？金币下去，拿送我了是不是？直接不给拿。我以为我可以，耶！回家喽。好，我有点棒。我要把那个炮弹炸掉。我想要把月月整个炸掉。我需要这个。直接解丑了。哎，我选错了。这个是怎样？这个过不了吧？哎、欸，你的一开始就吸引风火啊！他说你的这个在浪费道具啊！我没有炸到，为什么你没炸？你真是先动队友，先动队友，会玩哦，会玩哦。
快玩了，懂玩懂玩懂玩。哦。你的咋子？你看，你这里是有个北蓝，才敢放人家炸掉。人家那个背包根本就拿不到啊！哎，可以哎，可以哎，我没拿到，我们两个没拿到的摔死。嘿嘿，那个也没拿到，来炫耀一下，来炫耀一下，哎，哎呦，独一无二，好爽啊，哎呀，你小心不要被击到，哎呀呀，成浪成浪了，一个一个来，大家都去抢背包，就没有一个抢到了，笑死。三连冠，月月三连冠的吗？不止吧，好像不止欸，止了，基本上现在拿冠军的就有月月吧，好像是哦。然后那我们现在月月不算，其他人才是冠军。这是什么这种偏见的那个那个这样直接走了。啊，偷偷地换你先。哎、欸、嘿嘿，他站在树上哎、欸，哎、欸，树上不算过，不算吧？哦，我第一个偷吃金币，好无聊哦，这个好无聊哦。哎，这个在搞，这样是 OK 的吗？哎呀，看。哎、欸，回去，回来，回来，回来！你们，你在旁边自己射死。哎，等一下，那个弓箭好可怕哦，有人被射死哎、欸！哦哦哦哦哦哦！不是，哎、欸、哎，一枝独秀。查清那一分是不是他自己？保护大家！你说那个话，你要干嘛啦？你要干嘛啦？现在是要搞重点是不是？对，很犹豫是不是？很犹豫是不是？哦，等一下，蜜蜂跟着你去嘞。我们怀念茶系，哦，我想看茶系有没有被蜜蜂用死。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有没有死。没有。哦，可惜。啊，有一只死在我面前是怎样？我那个，哇，他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哎、欸，等一下。哦哦，点放点放，喂、哦，超级松鼠。哎呦，玩蜜蜂哦！哦哦，玩蜜蜂哦！耶！哦，这好玩，这好玩！等一下，我三个讲的是一样的。我们进得去吗？到底是进得去吗？可以啦，好，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要钻进去。太可悲了吧！哎，哎呦，碰到蜜蜂，我碰到蜜蜂，我要被打回来了吗？哎、欸，我不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哎，没默契，这是见证，见证友情的力量，这是见证团队默契的时候了。哦，看来我们放的不够多。哦，看我们上面要放，我们上面要放，我们上面要打。放好放吗？偷偷地只有同款一只。哎、欸，
这次没有比较好玩欸。放哪比较好？算了，随便乱放。你这过不去吧？那個、你那过不去啦！放的有点多，你碰触了你。哎、欸，干，我死了。那个臭茶戏，我看你怎么过，我就看你怎么过。为什么这边有个通天机啊？哎、欸，回来了！哎、欸，你怎么死在那边？哎呦！我死了嘞！点放点放，碰到锤子，点放。點放那个曲棍球在哪啊？不得了吗？哦哦哦，可以可以可以。你知道怎么下去啊？不行啊，不行啊，要炸掉啊那个墙啊！可怜。No。啊，剩下的，我帮我把这个炸掉好了啦，我把这个炸掉。哎、欸，我没炸对，没炸吗？那我要炸这个，没有了，要陆地了，要。哎、欸，哦，零破一步，咦、欸，拿到瞬间就被撞飞了，这、欸、朵花真不好惹。哦，我这茶几又死在那边。我不确实搞到了。哦，等一下，有，飞天飞天的火鸡，喂，哎呦，注意哦，哎，臭臭屁，冲天炮。还被鞭尸，超极限兴奋，跟我想的不一样。太多电风扇了。哦，有人要搞、哦、太多次搞、哦、又来，这个过不了。这是电流急急棒吗？哦呦，你是你，哎呦，你碰到蜜蜂了？碰到了吗？没有，我说茶戏、哦、茶戏，哎、欸，屁啦，这也可以哦。我靠！看我的飞天小松鼠！看弓箭放的不够。嘿！只有我失败。还是我们待会让托托力先飞啊？好啊，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哎哎。等一下，这个，哎、欸，我先飞就放冰桶。你是因为让他先飞，所以放没有没有没有，好像不错哎、欸。但是他假设把蜜蜂往我们这边引的话就，就也是一个好方法。应该不会啊，他不会再回来。哎、欸，出发。我、哦、干，那曲棍球好可怕哦！阿西断线是？没有啊。欸、你刚刚有那个没有行动，要十秒那个。啊！我死了，干！啊？谁在飞机上面放那个啊？铁网？追不到终点。追不到终点。飞机上面有鐵網？哎呦！哎、欸、有哎、欸、有哎、欸！我碰到。缺德。你这样也可以哦，你死我！
我不过还是再可以被钻进去。那个铁网一定是月月放。哪一个？不是我好不好？我不会放那个铁网。飞机上的铁网，不是我啊，那个不是我啦。等一下，那个终点越来越复杂、哦。再把钱放到这里，要确定呢、欸。放太左边了。我先，让我来。这是飞天机。飞机起飞。飞机要飞。那边为什么？差点，绕不过啊！这边是要怎么走、啊？走。等一下，好、哦、可怕、啊！这边有蜜蜂，还有高尔夫。要被追走了，要被追走了！要推过去，快点，再推过去，拖拖去。喂，笑死！哎、欸，是不是可以听得到？哎、欸，你给他重进哦。我、哦、操！干，他会把那个铁网炸掉啦，那个都会一直按到。喂。我也没有、哦，我没有听到。嗯，欸、他没有听到，他没有听到。哦、oh. ，我现在听到了。哎呀呀，耶！刚没有听到。哎，哦，好讨厌啊，还拿到金币。我是 super 松鼠。好哦，你很棒哎。大家是不是累了？是不是累了？哦，12点半了耶！不然我们打完这个，今天到这边结束吗？我们吃完这个玩，这个比较简单，屋顶比较简单嘛。哪一个？屋顶啊，瀑布有点难。我们就打完这一把。打完这一把，哎、欸，等一下，衣服好多、哦。我刚看衣柜开嘞，可以选衣服。哇，地！打完这一场，我们就回老家。我想选的都被选走了，你们好无聊哦。等等，我直接发射。我放这边。你是不是想被打？这样最好是不了、啊。你是不是想被打？哇、哦！哇、哦！你那个哇、哦，超级飞鼠！不要放弃！只剩下我了。只好你赢了。对，只好我赢了。讨厌鬼！这那个是很发自内心的。哦，那好像没有想要让大家过的感觉。喂，哎。不要放弃！不行，我的羊已经那个连碰都没碰到，笑得好惨哦！大家都带着那个金币自杀，不然我们都零分，然后月月直接赢。不好意思，有那么惨吗？嗯？好好选，好犹豫哦，怎么办？哎呦！给大家判那个哒哒哒哒哒，吼！哎呀，哎 ！Don't give up，、oh, you give up 加油，拍动你的鸡翅！来嘲讽你，来嘲讽你！你在乱跳，你在乱跳！门打开了！哦哟！哎。不剩炸弹了，大炸弹跟小炸弹，大炸弹跟小炸弹。哎，来，拿小炸弹好不好？我们来炸什么好呢？把这个炸掉吗？还是要炸掉这个？还是要炸掉这个？这个？
嗯，很犹豫哦，要炸谁比较好？好，我们 为大家提供一些乐趣的。哎、欸，等一下，你个臭小子偷藏，你那边你真白目、欸，你真的很白目哎、欸，你怎么？有飞天机，哎呦，飞天羊，哦，中间是可以站的，茶是稳的嘞，你自己放的、哦，这里自己放的、哦，这里自己放的、哦。好稳哦！自己搞自己。哎呀，超级螺旋桨！啊！你！哦！我跳不起来。哎呦！哎、欸，原来这只羊叫威廉哦。他有名字啊、哦？有啊，因为他刚才我解锁104尖叫的成就了。哦、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怎么办？笑死！你自己想，是不是你害自己他心？他自己在搞啊。哎、欸，没人要选金币啊！我跟你讲，我帮大家，有吗？真的是帮忙，你真的可以笑，那个鱼也犯太多金币了吧？哎呀，干！没哈啊，上面变得不好走。嘿嘿嘿嘿嘿嘿！哎，哦，夺魂锯，哈哈哈！哎，没躲，但是死了还是可以的。你在玩是吗？在玩呢、啊，在玩呢、啊。有歪零分呢，怎么办？你零分。是我们让托托利先走。好、哦，你先走。弄你们的。好邪恶哦！茶气真的很爱藏到最后。你们都学坏嘞！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本来就很坏？没有吧？没可能吧？哎、欸，对，刚刚不是说托托利先走，就、欸啊、对哦，忘记了。没事，我们是当先锋，告诉他怎么走。哎、哇，你可以从那边下去哦。哎、欸，你也过来，你也过来，你也过来，推过去居然有算哎，好笑。哎、欸欸，可是没有分哎。但是他在跳舞，好笑。花，超级花花。No. Uh-oh. 等下可按什么可以加速啊？他说按上吧。按上吗？咦？好难哦，那朵花到底是谁放的？很怕被打，拿超怕被打飞。哇，托托利，我愿称你为清流。我本来就是清流了，就只有你们在邪恶，好不好？嗯嗯嗯，不是分明啊。哼，啊，好
好，好，邪恶到底在干嘛？我干你！哦，嘿松鼠过来！哦，松鼠可以，松鼠可以。哦，我被打飞！被打飞，然后尸体还被喷。你跟你的兄弟团聚了。特务松，你一个臭小子。好笑。有没有自己搞死？哎呦，差点鞭尸。差点被鞭尸了。好好笑。那个局打不完了。我们需要移动的东西。来不及了，没关系，我把这朵花炸掉好不好？应该会比较简单。好啊，可以啊，可以、啊。这边感觉，还是有机会啊。那这边应该有机会。好，我把花给炸了。在搞啊，在搞啊，在搞。哈哈哈哈哈！很坏哎，坏透了！等一下我破音了，破音了！喂，超级特务！我笑到飙泪！啊，花被拿走了！哦哦。超级时间暂停。到底想干嘛？你那个到头在的花是怎样？好可怕哦，这花！等一下，这是什么地狱、欸？不行啊！可房上面是不是？我们觉得重点需要装这些花。嚯！完了！完了！哎，月月是死了吗？头死掉，门都关起来。哎，你卡住！怎么会这样？他死了，一起掉。这一关好难过、哦。呀，这是好的。那个要怎么过了？什么？那个直接炸掉是不是？炸掉了！可恶！嚯！小心小心！别动！啊干！我被螺旋桨干死了！太过分了吧！门刚好关起来，我直接被喷走哎、欸！会会会会！哇！完蛋、欸！你是拿茶器垫背啊？嘿，死后！而且你喷出去！哦，偷偷一的陷阱哦，啧啧啧，啧啧啧，哎，你放的没？超级特务！没有，他们就是，怎么怎么啊？等一下！啊！啊哦，叫好大声的！我要活！我要活！我要活！我要等！哎、欸，你真的爬起来了！啊，不行，我等一下，我要活！我我。又累了，妈，你不要打我！都给我，
动给我。我想原地跳，原地跳。没有。哇，你们怎么过去的啊？你们怎么过去的、啊？不是要直接跳，是不是？啊，都啊，我有，我有，我有，有有有有有有。哦，好累。OK OK OK OK， 我也好累，我叫的好累啊。我气啊！你看他一直在叫你东西。这边吧，这边。这边一直被追，是这样。哎呦，哎，哎。哦，笑到好热。哦。真的是很好笑耶。哦，哎、欸，可恶！哎、欸、哎、欸，注意！你这边你真的是走开了，直接丢死！惨兮兮！哦，你到那里一开始就有拳头，小拳拳捶你胸口。哦，等一下，怎么会有剑？你这太高端了，我真是太高端了。哇，啊、我们每个都是 COVID-19。我笑到好可怕。看，我们是病毒哎、欸，这太高端了。哎呀，也死掉，死无全尸。谁放的这一只手？谁放的？放什么？那个苗妹妹很坏呢。那个弓箭跟那个拳头。拳头不是我啊。哦。哦。我有超级喷飞。太开心了。喂，我靠！我靠！我靠！好爽！这是几分？哎、欸，你们。那个剑太贱了，那个剑太贱了，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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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玩这个游戏会鬼吼鬼叫，真的。没有赢家。很讲就这边啊，大家稳稳的上去，好不好？稳稳的上去。谁的？搞你是因为这个东西让你死很多次。哎呦！我感觉他茶系故意炸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心哦、喔，小心哦、喔，有炸，小心哦、喔！哎、欸，他那竟然没有发动，哦，啊，瞬间他都死了，只剩下月，哦，哎呦！哦，差点，那个已经没办法讲话了。这什么？这什么？这黄色那是什么？哪一个？哎、欸，我选吗？哦，我选了、啊，我什么时候选到我都没发现。黄色那个是什么啊？月月，黄色哦，对啊，那是蜂蜜啊。那個、你说我这个一样啊，它是会粘东西。看一下啊，你在那个剑上面，然后他就等一下、啊，为什么终点越来越多东西？兄弟，你可以的，兄弟，跟我刚刚一样，兄弟。哎、欸，兄弟，兄弟，那兄弟加一，兄弟加一，哎、欸，换你啊，不合群。快点，不合群，快点。加油，加油！醒醒，醒醒！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睡着，不要睡着，还有机会，快点！加油，加油！哎、欸，哦哟，哎、欸，哎、欸，哦，肚子真的好酸，好累，肚子真的好酸哦，好累，哎呦，
你不要，臭小子，我要下去，耶，输赢了。哎呦，啊、好了，快结束了，应该可以让我们解脱。快结束，快结束，还是快点，拜托大家再撑一回，快到了。哦，好累。哎、欸，等一下，这个是谁？我的你不，不是我，不是我，可恶！不是我，加油加油！你还有一线希望，快点！你还有一线希望，你看我都上来多少次？那个小刀快没力了，那个小刀没力，那个小刀没力，真的差一点点。你上来，上来！那个拳击手套好玩吗？直接被冲下去！哇，你这一趴手会很酸，我跟你讲。加油！You can do it！ 赶快运动你的鸡翅，快点飞起来，飞起来！快点拍动你的翅膀！快点！嘿，好像是鸡腿鸟。嘿，嘿，嘿！我不行了，你不行，你没力气了。他说是不给力，忘记了，忘记了吗？忘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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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好，好累，哎、欸，还没放弃。我都感觉到你的手指在颤抖。好, 好笑，没有一个人。哦哟，哎、欸，结束了吗？哎、欸，结束了、欸，耶、yeah ！解脱了，解脱了，解脱。解脱，好累哦，好累。我觉得有消耗卡路里，可能做了三组塔巴塔的，好累哦。哦，应该差不多这样吧。好了好了，好了，再开始再换装了，来换装一下。哦，有绿色的，我要穿。然后嘞？哦，只有两个哦。哦，我什么衣服都没有。啊、这边呢？这边一样。这边有东西吗？哎呀！呀！厉害呀！呀！呼呀！差不多了吧？到达，到达，可以，好了，休息啦，休了，休了，休了。龙笑的好累，一直飙嘞。明天喉咙一定哑掉，一直叫。玩的意外的久。对啊，好笑。玩的有机会，有机会再玩。有机会。没想到，差不多。哎，他这样还可以改那个。差不多，差不多。哎。哦。结果居然玩那么久，笑死。对啊，快乐时光总是过那么快。真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嗯，我要先退出咯。好哦，哎呀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晚安，散会，散会，散会了，下礼拜，下礼拜再找时间玩那个 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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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o， 也错，可以八个人玩，我们就各自找，各自找那个亲朋好友来吧。还有还有，再讨论时间。OK OK， 拜拜耶！好了，拜拜拜拜，晚安，拜拜晚安，拜。啊，好嘞。好了，那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喽，大家晚安。